年轻人如果真的看得到科技可以对人类的影响的话，如果你能够再从这样的正面去运用科技而不被驾驭，在这样的红海的竞争当中，要如何走出你的蓝海策略？下一个决战点就在人文素养，怎么去把握这个核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，包含了人文素养是我们软实力里面一个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。